早晨，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欢迎来到默盛华人基督教会2020年9月13号的粤语堂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用一段的经文来到开始。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1章3至5节。愿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让我们一起一个祈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多谢你藉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到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不单止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并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就是在末世里面我们会承受现在已经得着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没有人可以拿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存着感恩的心，今天带着你自己的救恩来到崇拜你，求让你我们这个得着这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都是活泼的，是自然流露，是可以感染人的，以致人将荣耀归给你。相信你就是那位唯一创造的主宰，是尊贵的救主。主啊，求你得着今天我们对你最高的崇拜，我们的感恩、祈祷、仰望，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们刚刚上个礼拜才庆祝完，都未庆祝完的，我们还在庆祝，是吧？默盛30周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很多谢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今天，也都很多谢他带领我们教会的30年，以及以后将来更多的日子，因为他答应说他会和我们同在，直等到他回来的日子。多谢我们这个荣美的救主，让我们用这个欢欣的心、感恩的心，将这个活泼的盼望来唱出来。荣美恩主，预备。慈爱救主，荣美而尊贵，我愿能一起再前行。他照亮我的心，血泪除掉苦困，无尽to
赎罪人，万丈欢呼传扬他的爱，再高声歌唱全妙韵。当我们思想并明白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好想自自然然地来到回应报恩，每天每刻愿意献上的为神，将自己献上属于主。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到十节，让我们一起听和读神的话语。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岸，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读读第九、第十节。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他圣洁的国度。让我们一起 grow go low， 在神的国度里面成长，一起为他发光，将他的国度彰显在这个地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起苏醒，看见你过的
求神听我哋嘅祷告，复兴我哋。将时间交俾徐牧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好難得，好難得，今日有機會同大家一齊敬拜。我自己睇翻自己過去嘅記錄咧，我上一次嚟崇拜講道咧，就係2012年10月嘅，就係個題目叫大唔透基督徒。我用嘅經文咧係同今日用嘅咧係一樣嘅，都係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一節至到第十節，但係內容肯定有唔同，係有唔同嘅。咁我上一次咧，亦都係喺大家20周年嘅時候咧，喺2010年9月亦都嚟過大家當中分享咗兩堂嘅信息，叫做一身何求同埋笑看風雲。嗱，今日好高興同大家分享咧。我記得當我同伊諾姊妹傾嘅時候咧，佢話今年30周年咧，教會有一個嘅主題叫做 Go, Grow and Glow。咁我就問佢中文係乜嘢，咁佢話：誒，好明顯啊，唔使要中文。咁但係我都幫大家翻譯咗，我用咗個題目咧叫成長的生命同埋承擔的使命，成長的生命同埋承擔嘅使命。我哋做個祈禱，我哋又開始今日嘅信息啊。天父，我哋將以下時間帶到主嘅面前。主啊，雖然我哋在疫情嘅當中，但我哋唔好忘記神你對我哋嘅恩情，又唔好忘記我哋應該有嘅嗰種嘅人情，俾我哋能夠關心人，能夠顧念神所顧念嘅事。叫我哋喺星期日嘅时候，主日嘅时间，我哋嚟到主嘅面前，唔系轻轻松松，而系我哋恭恭敬敬，我哋喺啲地方，我哋纪念主为我哋所成就嘅救恩，我哋又要纪念主你所俾我哋嘅使命。叫我哋唔好忘记神你俾我哋生命有你嘅目的，有你嘅心意，唔单止系要享受神嘅恩典，更要承担神嘅使命，帮助我哋在呢段时候，我哋刚才所敬拜嘅、所献上嘅。我哋嘅祷告，我哋嘅赞美，求主悦纳。又愿以下嘅时间，我哋恭敬喺神嘅面前，聆听神嘅话语，俾我哋又提醒。环境可以改变，让我哋心境唔好改变。我哋虽然面对好多对生命有危险嘅环境，但叫我哋唔好忘记我哋使命嘅承担，俾我哋能够在生命当中彰显我哋嘅使命，帮助我哋以下时间纪念我哋以下嘅时间，带领众弟兄姊妹同心嘅敬拜，同心嘅聆听。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生命和使命的关系，我用的题目叫成长的生命和承担的使命。你要有成长的生命才可以承担你的使命。你如果想承担你的使命，你必须有个成长的生命。生命不成长，使命就不可以承担。生命越成长，使命就越能承担。好多人好想做大事，但系佢冇乜能力。好多人有好大嘅能力，但系佢唔想做事。今日头先我祷告都提到，神俾我哋有生命，神同样俾我哋有使命。生命有佢嘅目的，使命有佢嘅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提到今日我哋教会30周年嘅时候，我哋需要纪念神所俾我哋呢个教会嘅存在，俾我哋教会每个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嘅目的系乜嘢？唔系单单拥有，而系需要去运用。不是单单拥有，而是需要去承担。我记得有位牧师有次跟我说，他说不知怎样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办讲座，我们搞运动，怎样搞呢？人都没有反应，是不去就不去，是不来就不来。你没有他办法，我们好讲人权，好讲自由。虽然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有时人就是不做。那个牧师呢，都是华基联会其中一个堂会的牧师。他说，徐弟兄，我都好想请你来讲一个全福音的讲座，我发现没用的，讲完都没用的，真的，所以我都放弃了。他说到底怎样可以叫弟兄姊妹肯去承担他的使命呢？我觉得那次我很快答他，我说牧师，其实呢最重要的不是叫他去承担使命，最重要的是要帮他成长生命。一个人大过了，他就会懂明白道理，分辨是非，知得分轻重，明先后。所以生命的培育呢，是使命承担之先的。所以教会要成长，一定要培育生命，不是只是搞很多的活动，而是真的要帮助弟兄姊妹信仰的成长。我记得有一年呢，
華基聯會就在你們教會裏面呢有個我不記得什麼研討會了，是華基聯會辦的。我呢那次陳牧師又在這裡，有幾個牧者在這裡，我呢我都有機會分享。我就提到呢，教會最主要不是辦多些活動，教會最主要呢是要注重生命的成長，而其中一樣東西要做的呢就是幫弟兄姊妹建立生命成長的習慣。生命要健康，我們很多習慣，生命要成長都有很多習慣。剛才讀的經文是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大家的程序表裏面呢 我知道呢應該是有這個大綱的，大家可以看著大綱來聽一下。第一點同大家分享叫重生後要有成長，第二點呢就是成長後呢要來承擔。重生是要成長，成長是為了承擔。先在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三節，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三節。一個人有生命，有生命是需要成長，一個人有生命不成長呢是很多人害怕的。一個小孩子如果不成長，或者應該這樣說，一個成長中的小孩子呢是很可愛，一個不成長的小孩子呢是很可怕。如果他小小個，他不懂講嘢，講嘢不是很清楚，我們覺得他講嘢很 cute，好得意，好可愛。細路仔細細個嚇，佢行路行唔穩，搖左搖右擺，我哋覺得好得意。但係一個細路仔大個啦，到二歲、兩歲、三歲、五歲都係咁咧，這個唔係可愛啦，這個係可怕。今日好多基督徒嘅生命咧，仍然好似嬰孩咁樣嘅。第二章第二節咧，我哋睇頭先我哋讀咗嘅第二章第二節話俾我哋聽咧，佢話信徒呢要做一些事，然後呢因此可以漸長，以致可以得救。因此漸長，即意思呢你做第一節和第二節上半部的事呢你就能夠成長，而成長的目的呢是能夠讓你得救。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是不是說你生命成長才可以得救呢？新譯本的翻譯呢就說以致能夠進入救恩，以致你能夠進入救恩是有了了，你能夠進入救恩這件事有了了，但是你需要能夠享用、運用、使用這件事。或者 NIV 那個翻譯英文叫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 意思就是說在你救恩當中來到成長，在你救恩當中來到成長。所以呢這裡提到說我們要成長，我們在救恩當中要成長。原來神賜了生命給我們，裡面有很多東西的，很多時候我們不看，我們不想，我們不去用，甚至不去享用我們所擁有的。我自己最近迫於無奈，因為我成家一家四口三個人都是用 iPhone， 我就沒有用 iPhone， 那我就有少少被排斥啦。他說我不會轉啲相俾你㗎，唔會 iDrop 俾你㗎咁。我就冇辦法。終於我今年咧就轉咗用 iPhone。但我唔喺度推介 iPhone 嚇，講明先。咁咧，原來後來發現咧，我女同我講，其實老豆啊，有好多嘢啱用㗎，可以幫到你啦。呢、這個疫情啦，你就唔好帶 cash 出街啦，唔好攞錢出去俾啦，用嗰個叫 Apple Pay 咁。原來咧掂一掂咁就得㗎啦。咁你撈咗上去，咁就搞掂㗎啦。哇！我發現用咗，原來好好用。哇！原來可以咁㗎。佢話不嬲都得㗎，不過你冇啫嘛。呢家你有你又唔用啫嘛，咁佢又教我點樣裝，然之後我去用。最近我同我太太都好開心，呢家買嘢咧好安全啦嚇，需要就咁用個機咧擺一擺埋佢，掂都唔使掂啦，就俾到錢。跟住佢話咧，我哋又買咗啲口罩翻嚟，但係咧係韓國出版嘅，又唔知道上面寫乜嘢。咁我女話：啊，爹哋啊，你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嘅，原來。原來你影咗佢會幫你 translate。哇！我話咁奇妙嘅，佢話不嬲都得嘅，點解你冇用嘅咧咁？弟兄姊妹，神俾我哋嘅生命裏面有好多好多嘢我哋可以用，但係你需要做一啲嘅嘢，以致能夠享用神俾你嘅生命，在救恩當中嚟到成長。我哋要承擔使命，生命必須成長嘅。咁第二章第三節佢又講啦，佢話：如果你嘗過主恩嘅滋味，就必如此。若唔係話你未有，而係話咧。你已經試過，即係好似簡單講，你如果你係人，你就唔會咁啦。意思係咩咧？其實你係人嘅，不過你做翻人嘅嘢啦。呢度意思就係、是、英文翻譯就係話 ，now that you have tasted， 你已經嘗過啦。新譯本翻譯咧，因為你哋已經體驗過主係美善。
我哋点解信耶稣啫？我哋知道明白啦，所以我哋相信，我哋已经体验过，我哋应该系继续生命要成长，以致在救恩当中咧能够成长，生命成长就可以承担使命。我哋睇两样嘢需要做，第一样嘢咧就系除去，要有罪恶感，需要除去。嗱，第二章第一节讲。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前面第一章那里提到22至25节，讲到我们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又提到我们蒙了重生，不是为了由于能坏的种子，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上传的道，跟着说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有了生命了，第二节就讲了，所以你们既除去，你们要除去这些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我们需要放低这些东西，重点是在于一切，英文叫 all 或者 every， 所有每一件都要摆低，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不要拖泥带水。我们需要所谓斩草除根。我有一次呢，我最近在家洗碗，洗完碗之後咧，我就隔離有個即係所謂隔水嘅一個盤啦，將洗完啲碗咁擺嗰度晾佢，等佢自己乾啦 ，air dry 咁。咁洗完冇幾耐，我太太就叫我，喂，佢話你洗完碗啊，佢話洗完碗啊，我話洗完。佢話叫我去廚房睇下，我就去啦，睇佢俾我睇。佢話你呢碗，我洗咗咯。佢話係啊，你洗咗碗嘅裏邊，冇洗碗嘅外邊。你睇下呢個碟，你洗咗碟面就冇洗碟底。洗嘢咧就洗全套，唔好洗半套。佢話你咁樣咧唔夠乾淨，洗咧你要洗乾淨啊嘛，係咪？即係洗啊洗全套咁啊，我又死死氣咁啊洗咁啊，真係下邊仲有啲油，因為有時啲白埋咧。咁啊洗完乾淨啦，咁嗰次洗得太快，洗完之後咧，咁我又同佢講洗完啦咁。佢話等陣先，佢入去睇。佢話你洗完啦，咁唔該你抹乾淨個台面啦，係咪啊？整乾淨個星啊！是不是那里有些污糟东西你倒了它啦，即是在那个隔水那里去水那个地方。他说你做事做全套啊嘛，不要做些不做些啊嘛。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信全套啊嘛，不要做些不做些啊嘛，粒些不粒些，去些不去些，不得的这样。这里告诉你，要除去一切，一切的所有都要除，干干净净的。我们除去之后呢，还有一样要做，第二样要做呢。我先再讲一讲除去呢一样嘢。有时你真系谂下自己咧，唔好。有时啲人咧对自己信徒生命嘅比分好得意，佢觉得咧，其实我信耶稣之后咧，好多习惯都戒晒，戒剩一两样嘅啫。所以老实讲，好似考试咁啊，我十条中咗八条都有80分啦，我有两条答错啫嘛，我做嘢唔系乜嘢都做错啊嘛，我系做错几样嘢啫嘛。以前十几廿样习惯都改晒啦，讲剩几样啫嘛，比分都俾个 A 分俾我啦。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好像两公婆的爱情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说差少少的。我不可以跟我老婆说我成日都爱你，不过爱你23个钟，那你得不得？当然不得，是不是？你最后个钟爱乜才得？不要说最后个钟，最后个分钟都不得，你少少都不得。生命成长就是这样，你真的要除就除晒所有，以致你才可以。即是现在譬如现在疫情，有少少，有那里有几单，那里有几单，哇，都好紧张，都好紧张，真系要完完全全能够真系冇晒，能够真系完全对付先至得嘅。所以呢度提醒我哋一样嘢，就是第一，一个人生命要成长，要进入救恩，首先就要除去。所以常常要自己自省，甚至有人提醒，有啲咩地方真系未改好嘅要改好，有啲咩未处理好嘅要处理好，要一件不留，好似嗰啲呢家好多铺头都有啦吓，真系。跌葉啦，咁一件不留，我都去啲摩行都見到，一件不留，留喺度冇用嘅，全部除曬佢。除咗除去之外，第二樣要做咧，就係愛慕。愛慕就係你要有渴慕感啊。第一個你有罪惡感，第二個你有渴慕感，唔係淨係話我咩唔做，咩都唔做，乜嘢都唔做，乜嘢都唔做，即係好空虛啫。我渴慕感就係俾你充實。生命成长不是只是说这样不得那样不得，生命成长还有这样要做那样要做，这个才是正常的生命的成长。啊，这里提到怎样爱慕呢，好像爱慕那纯正灵奶，好像初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佢好似點咧咁？嗱，頭先講到細路仔好可愛嘅，嗱呢度提到話，我哋要似細路仔，但又唔好似細路仔。我哋唔好似細路仔咁樣長唔大，但好似細路仔咁樣咁渴慕，咁渴慕去追求去吸收。新約聖經當中咧有三次提到嬰孩，第一次咧就係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一節，嗰度提到話咧，哥林多教啲人好似嬰孩，佢哋有嫉妒有紛爭。他们有嫉妒有纷争，细路仔是不理人的，是很自私的，不懂得分享的。第二次提到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那里提到话，他说你们好像婴孩一样，想教你但你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只是可以饮奶，你吃不到干粮。 当那个作者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你们不会明白。道理上，临前讲到他们生活上，希伯来书讲到道理上，他们都不成长，好像 BB 一样。第三次嚟到嬰孩咧，就彼得前書第二章，而嗰度講嘅咧就係好嘅，就係好嘅，就係細路仔咧，你唔好唔大啊，成日講嘢咧講唔清楚，成日行路行唔穩，呢、這個細路仔嗰方面就唔好學。但係細路仔 B B 仔嗰方面渴慕靈奶咧，呢、這個要學，你要渴慕聽。今日有時啲人話咧，因為疫情嘅緣故，好多人翻唔到教會，好多人冇辦法參加主日學，於是好多人就好鬆懈。我自己啱啱係我係相反，我發現我呢家時間多咗，我出去外邊少咗。我時間多咗嘅時候，我唔係俾我鬆懈，係俾我去珍惜，俾我去善用。所以我會睇多啲書，我會寫多啲嘢。因為我寫緊三本書，有本寫完啦，仲有兩本寫到一半啦已經。既然時間多咗，你唔係攤喺度啊嘛，你要企起身啊嘛，好似嬰孩咁，你要去追求啊，你要去珍惜，你要愛慕啊，愛慕啊，愛慕學習就係成長必須，多學習多成長，少學習少成長。所以提醒我自己一樣，我一路成長當中一定唔可以停止學，唔可以停止學，要學慕，要學慕。我咧有一次咧，有位姊妹咧，有位年長嘅姊妹都八十歲，有一次突然間俾電話俾我，佢話：徐弟兄，你有冇機會今晚嚟我屋企啊？今晚嚟我屋企啊？佢話咩事啊？佢話咩事啊？佢話我有班弟兄姊妹咧，好想聽下講道喎，講道喎。今日啱主日，你哋好想買咧？佢有啊。不過今日唔知點解咧，聽得好似唔緊，聽得好似唔緊。咁我又冇問邊個係邊個原因啊？總之有某啲原因啦。佢哋覺得聽得唔係好夠啊，可唔可以嚟我哋今晚聽多次啊？咁我又應承佢，又去咗。咁啊嚟咗十幾人嘅，咁啊喺個 basement， 咁大家坐喺度，咁啊講一篇，咁啊講一篇。咁我話你哋飽未啊？使唔使再講？使唔使再講？夠啦，夠啦，差唔多啦，夠啦，差唔多啦。我話有時咧聽到聽唔夠咧，好似裏邊咧有啲唔滿足咁嘅感覺。嗱，呢一種唔滿足嘅感覺好好。有時好多人真係咧，佢冇咗呢種渴慕感嘅時候咧，生命咧就好難好難嘅成長嘅。我哋需要成長，我哋需要除去，需要除去嘅。我哋需要追求，需要追求嘅。好多時基督徒有個錯誤咧，就係點咧？他们将两样东西分开，怎样分开呢？就是先除去要除去的，然后去追求要追求的，搞定了我们的不好的东西，我们才去做好的东西。我发现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就是你需要一起去做的，我们一起去做的，我们要除去，我们都要爱慕，是同时进行的，同时进行的，要除去要爱慕，不要搞错，不要分开。所以我给一个题目，这个叫下面有提的，就是成长的生命是要双管齐下的。 我记得除去爱慕不要分开，不是先除后爱，好像呼吸，你不是今天吸晒你要的空气然后才呼出你不要的，不是这样的，是呼吸同时进行的，有呼有吸的，有呼有吸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差不多是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呢去即係參加咗一啲嘅嗰啲叫運動，嗰啲叫健身會啊！即係我參加咗個健身會，咁我就開始去做健身，去做運動。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咧，我去做運動，咁我要換衫啦，做運動，做完運動翻去，咁啊要換翻衫啦咁。咁咧我翻去嘅時候，見到咧最弊就係我擺衫嗰個櫃開咗，最慘就係見到就係哇開咗你就知道把鎖開咗，好明顯開咗。咁我死啦！我明明我有鎖嘅，點解會開咗咧？咁我睇下，打開櫃望下，好彩啲衫仲喺度，其實冇乜人中意我啲衫嘅。咁我有件褸嘅咧，有件褸個褸裏邊咧就個暗袋咧就擺咗銀包嘅。
咁我即刻摸下個銀包，哇！好在仲喺度個銀包。咁我攞個銀包出嚟睇下，誒啲錢就冇咗。總之有人係開咗我嘅 locker 咧，就攞咗我啲錢。好在佢都有啲良心嚇，個銀包冇攞走，因為證件就好麻煩。咁我諗嚟諗去唔明點解佢可以開到咧？我一個密碼鎖三個 number， 要估都好難估噶嘛。佢點會估得到我嗰三個 number 咧？而且我隨時翻嚟好短時間佢要開到。咁我就攞個鎖嚟睇下，我就明白啦。點解咧？原來我買 Bob 嗰把鎖，我仲記得喺 Walmart 買嘅，嗰陣時好平，六個幾銀錢。咁買咗把鎖都幾好噶啦，六個幾銀錢。咁我就鎖，咁啊有三個號碼。咁我睇下把鎖咧，其實冇壞嘅喎，鎖到。原來咧買每一把鎖後邊都有張貼紙，寫住三個 number， 就係嗰三個開嘅 number。原來我買咗翻嚟，我冇搣到張紙。咁啊怪唔得人哋一睇見到你，即係喂。我唔知點樣啦，可能向咗後邊啦，咁人哋望到嗰張紙，咁試下開又開到，咁啊望下又有個銀包，銀包裏邊又有錢，咁啊攞咗咪走咯，真係蠢到咁嘅，蠢到咁嘅。把鎖唔係唔好，但如果你唔好除去應該除去嘅，你鎖咗都冇用。有時我哋追求都係咁樣，生命要成長，唔係單單話我哋要追求都要除去，又唔係單單要除去都要追求，所以要成長咧要除去要愛慕。要成長的話你要離開，你要親近；要成長的話你要擺低，你要攞起。出生是一次，成長是一世。出生是讓你有生命，成長是讓你有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有成長的生命才可以承擔我們的使命。要有成長的生命，我們需要雙管齊下才行，需要有罪惡感，一覺得不妥，人提醒你不對，你就要對付，你就要改，不要左耳入右耳出，不要不理，不要視而不見。第二件事呢，就我們需要去愛慕，去追求。我們說追求是沒有止境的，渴無止境的。所以對神的話語，對神的心意，我們在愛、在信、望愛方面都要追求。所以有成長的生命需要雙管齊下。第二樣嘢講乜嘢咧？第二樣嘢成長之後咧，原來係要承擔嘅。所以第二段嘅經文就係第四節叫做第十節，嗰度提到咧，我哋需要第四節講咧，佢話主乃活石，固然係被人所棄，卻係被神所揀選所寶貴。跟住話咧，你哋嚟到主嘅面前，都好似活石被建造，啊睇到建造，成為靈宮，做聖潔嘅祭司，藉住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嘅靈祭。提到建靈宮、獻靈祭，咩意思呢？就是我哋嚟到主嘅面前，其實係呢一段嘅經文嘅第一句，即係話嚟到主嘅面前，嚟到主嘅面前，佢話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棄，係咁嘅意思。活嗱喺彼得前書咧有三個地方提到活嘅，第一章第三節活潑嘅盼望，第一章廿三節活潑長存嘅道，第二章第五節就係活石。活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有生命。而有生命其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会成长，会成长。第五节话呢，我们好像活石被建造。但第一样东西呢，我要提一提，在建造之先呢，我们先要建立。建造之先要建立。你要承担使命，生命要成长。你要建造灵工，你要先建立群体。所以第三個需要有的感覺就是要有歸屬感，我們需要有歸屬感，大家要彼此相連。這裡說我們好像活石，好像活石一起建造靈宮。活石是眾數，但是靈宮是單數。我們同一個教會，同一個群體，我們一起在裡面，我們是一個團隊，是一個隊工，大家又不同，但是大家是一起的，是同一個身體，是同一個身體。羅馬書十二章第三節到第四節呢，那裡提到話呢，他說我們要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什麼意思呢？不是說不要太看高你自己，又不要貶低你自己，不是這樣的意思。合乎中道呢，英文就是按照你的信心，或者中文有說就按照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其實英文意思就是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the measure of faith, 就是意思根據你的信仰的內容來看你自己。怎样看你自己呢？第四节就讲了，正如一个心智有许多肢体。所以这个话意思，怎样看自己呢？看自己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注重个人，很注重人权，很注重私隐。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忘記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弟兄姊妹要彼此相連的，你要承擔使命，不單止生命要強，關係都要好。今天教會如果關係不好的時候，使命是很難承擔的，自己人踩自己人，你怎可以向前行呢？所以這裡提醒我們，我們是活石是眾數，靈工是單數，我們要彼此相連的。下面引用的聖經，他說講到所揀選的防角石，又提到這個防角石成為半人半腳的石頭，別人的磐石。他的意思是什麼呢？他引用的經文是來自以賽亞書28:16，他是警告以色列人，他們不倚靠神。記得剛才我說呢，這段經文開頭應該怎麼說呢？是來到主的面前，意思就是我們不單止要靠主我們可以成長，而且我們靠主來到建造，我們靠主耶穌除去，我們靠主耶穌來到渴慕，我們都靠主耶穌來到建立，也都靠主耶穌來到承擔。在建造之先，必須要建立我們這個團隊，這個關係。建造是來到主的面前。以賽亞書28是提醒以色列的領袖，他們不靠神。而第七節第八節告訴他們，有兩種人，一種是靠，一種不靠，一種是順從的，一種不順從的。結果是怎樣呢？順從的就不會羞愧，不順從的你就會叛跌。有時候很多時候人就是不聽人講，不聽神講，以致常常就會不斷的犯錯。建造是來到主的面前被建造。以弗所書第5:16說，我們靠主聯絡得合適，八節各按各職。我們是要來到主的面前來到建立我們的關係，我們是要靠主來到建造神的靈工。有時我覺得我以前就我唔識，唔係好識音樂嘅嚇，我唔識玩樂器，但係我好中意聽國樂。以前我記得我去聽國樂嘅演奏會咧，有琵琶啊，有好多唔同二胡，好多嘅樂器。我好記得有時未開場之前，我入咗場就會聽到個幕後邊咧有啲調音嘅聲，即係叽叽叽叽叽叽叽咕咁樣，好多聲嘅，好難聽嘅，好難聽嘅。咁但係調完音之後就會停啦。停咗之後，因為冇幾耐之後就會個幕就會起，就開始演奏啦嚇，十面埋伏啊乜嘢，好多就會好好聽嘅歌就會彈奏出嚟。我有時諗一諗嘅時候咧，教會一樣嘅，你要演奏咩？你要建造咩？你先調音啊嘛，調音就係建立啊嘛。大家係會有唔同嘅意見嘅，大家係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咪大家調音咯。調音係好唔舒服嘅，係會有困難嘅，但係唔調音，請問點樣調和咧？是不是啊？和諧是怎樣來的呢？不是自動產生的嘛，是需要調教，需要調整的嘛。所以有時候我發現很可悲，教會當中呢，很多人只是想建立，只是想 建造，但忘記了建立。要做這樣做那樣，只是想做事，忘記了人與人之間要建立關係，以致很多誤會，很多紛爭，很多摩擦在裡面。所以在我們信徒建立要建造，要承擔，要建造之先咧，需要建立，明白是一個靈工，明白我哋是大家不同的肢體，又明白大家有不同，又知道我哋要嚟到主的面前嚟到建立。頭先我講到有位牧師問我點樣能夠讓弟兄姊妹承擔使命，我話要栽培佢嘅生命。呢度啲人問我你點樣能夠可以有成功的事工，我話你需要有成功的關係，所以唔好睇小呢一樣嘢。好可悲，今日喺教会当中，往往有三种唔同嘅关系。第一种关系就系呢个人同呢个人关系好好，但系呢个人同神嘅关系唔好，呢个人同神关系又唔好。嗱，呢啲叫同流合污。另一种咧就系两个人关系都好唔好，但系同神嘅关系非常之好。真系嘅，佢同神又好，佢同神又好好，佢为神乜都制，佢为神乜都制，但系为大家就乜都唔制。呢个好可悲。最後一種就是大家關係好，同神關係好，這個才真的好。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說我們要承擔使命，不要忘記生命的成長。當我們說要承擔使命，當你要建造的時候，不要忘記要建立。我們需要有歸屬感，大家要需要有歸屬感。救恩是個別的，但是得救之後我們需要是歸於一個群體。所以後面第9節第10節那裡有提到，我們是一個群體，揀選的族類
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子民都是群体，甚至祭司是叫祭司群 priesthood， 不是一个人的。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所以很多人说教会，我们教会三十周年，想一想教会要成长要发展，你不要忘记个别生命的栽培，不要忘记群体生命的建立，你一定要注重大家之间的关系，你要注重个别生命的成长。当大家注重这样的时候，注重生命的成长，注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教会有希望，教会可以成长。不要只是说我想叻，但你不学，我想身体好，但你又不做运动，这些是讲空话，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明白重生要有成长的生命，都要有合一的生命。我们要有罪恶感，要有渴慕感，同时都要有的呢就是归属感，都需要有的。个人生命要成长，群体生命要建立，这样的教会才是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未来的十年，看到有生命的诞生，看到有生命的成长，看到有使命的承担，看到有使命的结果。成长之后要承担，第一样嘢提到建造，就是建造之先要建立，要有归属感。第二样嘢咧系宣扬，第九至第十节话俾我哋听，有啲人建立之后，你建立之后做乜嘢先得噶？大家关系非常非常之好，你做乜嘢先得噶？下边提到原来我哋建立起嚟，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我哋一齐被建立嚟到建造主嘅灵工。呢、这个灵工系乜嘢？灵工系神所在嘅地方。灵工是人所到的地方，灵工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建造灵工的目的下面就提到了，我们四个身份，我们这个使命很重要，不单止我们有罪恶感、渴慕感、归属感，还有使命感。第九就有四个身份，刚才我提过，我们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来做什么呢？身份做什么？身份不是只是一个，有些名片是这些头衔是没有意思的，我们这四个的身份是有意思的，原来有个目的的。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第十节所讲，第九节下半节所讲，叫你们宣扬，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教会存在灵工的建立，就是叫人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与神相交，认识神，建立和神的关系。有了特别的身份，都要有特别的使命。这个提到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以前没有这个身份的，第十节讲以前不是子民，现在是子民，以前没有蒙连恤，现在蒙了连恤。所有的身份之后，我们需要去承担我们的使命。宣扬神的美德有两个方法，第一个用我们的生命，第二个用我们所认识明白的真理，或者是以行为、以言语，听得见听不见的，来到让人明白看见神的美德。第一样先讲，就是我们行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人能够看到神的美德。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以前估不到你今天是这样的人，应该调转讲，你今天是这样的人，估不到你原来以前是这样的人。一个信徒信了耶稣不可以没有改变，行为上的宣讲，你没有信耶稣之后你没有改变，正如如果我去做运动做了很多很多年我没有改变，那是不是有问题呢？我记得有一次 我太太有感而发，突然跟我说，她说你做了运动这么多年没有变的，那 我那时候都有些不是很开心，这么辛苦朝朝去做运动，居然说我没有变，其实我有变的。她说你变什么？她说我的变就是没有变咯。她也不是很明白，你明白我说如果我不做运动我肯定变，我现在做了运动没有变，我应该变而没有变，这个就是改变咯。他好像明白了，他说 OK, 那你就 keep住这样。即有时真的，你不可以说做了，你说吃了一些有些有用的东西，吃完之后没有用的，没有效果，看不到效果。那真是虚咯，真是假的啦，是没有意思啊，是不是？你说我去，我都做运动啊，做什么运动啊，又找教练啊，又成。但你没有改变啊，你身体越来越差啊，但你没有保持到你的健康啊，你没有维持到你的健康啊，那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行为上改变很重要的。你说神怎样好怎样好，那你要给我看到怎样好嘛，看不到那不行的。所以我自己感恩的，我信耶稣之后我真的有变。我第一年信耶稣之后，我已经撞到我香港中学一个同学，但他是一个牧师 Michael Leung 梁玉豪 Michael Leung 梁牧师。我觉得他见到我，他来教会见到我，他说徐慕豪你来了教会，
哇，係啊，係啊，係咁同佢傾偈，傾完偈，唉，佢話係啦，都感覺到你都唔同咗。雖然就咁傾一傾偈，都感覺你真係同以前唔同咗。我真係記得我睇翻，唔好話唔好講呢啲，我再講簡單啲，甚至咧真係真係由先一個人變咗咧，就真係變咗嘅。真係啲人話相由心生，真係我睇翻我啲相啊，以前啲相同我呢家嘅相，我都變咗。啊，當然我覺得我呢家良善好多啦。以前我真係我覺得真係好樣衰嘅，真係好。即係好點講啊！即係好好沙塵咁嘅樣嚟嘅，即係好好睇唔起人咁嘅樣嚟嘅。即係我都覺得我變咗好多，特別我同屋企嘅關係都變咗好多，我生活方式好多嘢都變曬。所以弟兄姊妹要宣揚神嘅美德，生活要有改變，你嘅生命嘅改變要顯在你生活嘅當中。我哋有一次有位牧師咧，叫張路嘉牧師，有個。有次咧，有位人士去揾一個男士去揾佢，去教會揾佢，咁啊撳鐘入去，咁啊張牧師問佢咩事，咁佢話我特登嚟多謝教會，咁佢話多謝教會咩嘢咧？佢話最近我老婆信咗耶穌，咁啊咁啊好咯，咁信咗耶穌，咁啊你係咪基督徒？佢話唔係，咁你多謝教會乜嘢咧？咁佢講咗八個字，佢話我老婆信主咧，佢話我得救啦。咁你明白咩意思咧？原來佢老婆以前係河東私敲嚟，真係好攞命嘅。佢話好夠好好多謝你哋，因為你讓我老婆信咗主咧，我唔使受咁多苦啦。嗱，呢個係生命嘅改變，每個人要有你改變嘅見證，你講得出嚟嘅，你要講得出嚟。唔單止係講咧，你人哋睇得到嘅。第二個就係言語嘅分享，言語嘅改變，你要宣揚，用你生命嘅改變嚟宣揚，用真理嘅分享嚟到宣揚，你要講俾人聽啊嘛。第三章彼得前第三十五節話咧，有人問你心中盼望嘅緣由，人哋問你啊徐慕豪點解你變咗㗎？你講得出嚟啊嘛，你要講得出嚟啊嘛。有啲人話啊好難講啊，唔識點講嘅。你唔識講嘅冇人要你講，你講你識嘅咪得咯。我1975年1月2號信主，信咗之後咧，我馬上就揾咗我兩個死黨，一個喺 New York， 一個喺芝加哥。我話你哋可唔可以上嚟多倫多探下我啊？最近發生咗啲大事啊咁。他們不知道什麼事，兩個人就立刻坐巴士來找我 weekend 坐巴士來找我，找到我，他說怎樣啊徐浩浩發生什麼事啊，我說最近我信了主，我看他們的反應很有趣，就是切，其實我們以前天主教學校來的，切我是什麼事，以為你有絕症，然後我說既然來了就聽我講一下，我就跟他們說我怎麼信，那時候我未有聖經，根本我都自己都未有聖經，咁我就同佢哋講，我點解信耶穌啊？我諗翻我以前點樣，跟住我就聽去咗教會啊，聽咗好多嘢。咁所以我依家咧就信咗耶穌啦。咁信耶穌之後咧，我就點樣同佢哋講啊？好多道理我都唔識嘅。神要求乜嘢咧？就係你生命需要改變嘅地方改變，你知道嘅嘢你要去分享。我哋需要宣揚呢個美德，所以我哋需要咧在生命當中有改變。我哋在言語方面有分享。我哋有使命嘅承担，需要内外都兼顾嘅。向外，我哋要揾人嚟到宣扬神嘅美德；向内，我哋要建立呢一个宣扬嘅群体。所以四个感觉系好紧要。我哋属于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系个别个体所建成，而呢个个体当中咧，佢需要有嗰种嘅渴慕感，需要有嗰种嘅罪恶感。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归属感，需要有这种的使命感。我们聚在一起为什么？当然今天呢，我真的见到，即是除了牧师和伊诺在这里之外，其他人都不在这里。我们大家相聚，甚至我们在网上相聚，为什么才行？为什么要听到？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渴慕？为什么要长进？为了能够承担嘛。教会有我们的使命的。信耶稣为什么不立刻回 天堂呢？是不是天国不用工程师，不用医生的，不用餐馆的，是不是为什么不早点走呢？因为有使命嘛。所以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使命，需要有归属感，彼此建立，需要有使命感，我们一同来到建造。重生的人，我一开始提重生的人要有成长，成长的人要有承担。成长的人是要有承担，我们要除去，我们要渴慕，我们要建造，我们要宣扬，所以需要双管齐下，也都需要内外兼顾。生命的成长会带来使命的承担，我们要不要有生命而没有使命，有生命而没有使命呢？这个不正常的，
又不要有使命没有生命，这个都是不正确。有生命而没有使命呢，这些是属灵的痴肥。他所谓有生命意思，他不断学习很多东西，但他不去承担。这些是属灵的痴肥，什么都听的，什么聚会都去的，又看很多书的，很多理论的，很多讨论的，但是就硬是就不做事，不会承担。咁呢個唔正常。第二咧就係唔好有使命，有唔好有生命而冇使命，唔好有使命而冇生命。有使命而冇生命，你承擔唔到嘅，呢叫屬靈嘅虛脱。唔好黐肥又唔好虛脱，唔好可以做你唔做，唔好想做你做唔到。所以生命要成長，使命要承擔，要有出有入。亦都要有入有出先至得。我哋要真係好好嘅，能夠活出嚟我哋嘅生命，以致呢個生命咧能夠成長，呢個生命能夠承擔。所以同彼得前書第二章一至十節，我哋睇到信徒嘅生命。第一章提到話有咗重生嘅生命，我哋需要點咧？呢個生命需要成長，呢個生命咧可以承擔。生命要成長，使命可承擔。双管齐下，四感齐发，教会未来的十年会比过去二十年更加好。生命如果不成长，使命如果不承担，教会就好像一盘的死水，是没有方向，是不会有生命的。所以求主在我们二十周年的时候提醒我们众人，你说你要去高，你要去，你要高，但是你要 grow， 你要成长，然后才可以 grow， 才可以来到发光的。所以使命和生命是分不开。可能大家听了之后今天去想一想，你这四方面想一想，有哪些东西你以为自己不是那么差的，只是几样东西你都要去处理的，你找人讲一下，你叫人提一下，找人帮一下，自己想一下怎样做，是一个都不留，不可以有少少。第二样你要想一想，你在哪方面你未识，你要追求，你要学习的。我最近我都订了五本书，在 Amazon 订了五本书，我都要学要去看的。真的不要停止追求，停止成长。第三要想一想，跟什么弟兄姊妹之间不是很熟的，或者关系可以更加好的。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很多时出来见面，我现在自从八月开始，我都约一些个别的人，一个两个都会出来大家见下面，倾下偈。你不得的上网，我都试过跟些人上网大家倾偈。真的单对单上网倾下偈，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大家仍然可以分享，仍然可以祈祷。第四样就是我们要想一想，有些什么人我们可以真的宣扬神的美德，真的有的。这家譬如这家我在家多了，邻居熟了，我有时候我将我就送给他们看一下，是不是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做得到的？很多事可以做，只要有心，不是说不怕迟，有心自然就有方法。所以盼望我们疫情几时过不知道，你不要理它几时过不过，总之是什么环境底下我们做得多少做多少，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建立，我们可以宣扬，我们真的可以做的。盼望弟兄姊妹可以珍惜，好好地做。我们一起祈祷下。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现在好像整个世界都很乱，整个世界都很不稳定，大家很忧虑，但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忧虑来压伤我们，不要被忧虑来捆绑我们。我们要破茧而出，我们要突破。环境是这样，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以致能够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得出一条路来。帮助教会，我们不是在等候什么事情解决，我们乃是要积极去争取我们能够做的事。今天很多人很有需要，很多人真的好像没什么盼望，很多人的心好沉，俾我哋能够带俾佢哋有盼望，能够鼓励、关心、帮助佢哋。求主你用我哋，除去我哋应该除去嘅，追求应该追求嘅，建立应该建立嘅，宣扬我哋应该宣扬嘅，帮助能够双管齐下，内外兼顾。求你让教会未来，无论系十年、二十年，能够比过往更加嘅好，能够真系出去，我哋能够成长，我哋能够同样嘅能够发光。求主你恩待，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祈祷。唔该晒徐博士，又对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当我们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我哋唔系采取一个被动嘅姿态，而系谂到我哋带住天国嘅使命，靠住圣灵嚟到宣扬神嘅美德，让我哋成长承担，愿你嘅国度降临。我邀请大家一起唱。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你。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
我上個星期咧喺我哋嘅三十週年聯合崇拜咧，已經介紹咗我哋嘅新嘅童工，亦都可以話係一個舊嘅童工，曾經喺我哋教會咧服侍咗四五年，而家又回流翻嚟，又嚟到同我哋一齊嘅童工，感謝天父帶領周潤傑傳道一家回流翻嚟加拿大，亦都係差遣佢嚟到我哋嘅中間，成為我哋嘅副堂主任傳道啊！咁咧，請大家繼續嘅紀念。咁咧，佢已經係好積極地去參與我哋教會好多嘅嘅聚會活動。往後嘅日子會更多嘅同大家咧有聯繫嘅。好，咁咧，另外咧，請大家咧繼續咧嚟到為我哋堂慶裏邊咧。有十一位嘅肢體洗禮啦，咁咧繼續紀念佢哋咧呢啲嘅初洗禮嘅新抱啦，亦都為同埋嗰位嘅新會員國語堂嘅 Lily 楊姊妹咧我哋大家咧繼續嘅代禱紀念噶。好，咁咧另外咧就係阿張嘅，咁咧嚟緊呢個禮拜六早上九點半咧，我哋有網上嘅會議，就係粵語堂嘅事工委員會嘅，請大家咧代禱紀念。咁咧好多謝弟兄姊妹啦，喺疫情嘅期間啊，仍然咧透過 e-transfer 或者咧寄支票嚟教會咧嚟到去紀念教會嘅需要啊，請大家咧繼續係透過呢個網上嘅奉獻或者係寄支票嚟，如果喺呢方面有所查詢嘅咧，請你咧可以同我哋嘅潘陳以樂咧執事咧嚟到去聯繫嘅。好，咁另外啦，基教部咧，我哋咧有我哋嘅101102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嘅咧，請你繼續咧嚟同我聯絡報名。咁另外咧，基教部咧亦都係知道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好多嘅基督教機構咧有好多嘅網上嘅課程嘅。鼓勵大家弟兄姊妹嚟到參與啦，我哋都揀到一啲咧同弟兄姊妹咧需要靈命需要有成長有關嘅嚟到去推介俾大家嘅，例如咧忠神嘅生命之道啦，同埋咧明道社嘅粵語查經課程啦，係講但以利書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其他嘅課程嘅，如果弟兄姊妹有興趣參與嘅咧，請同羅陳佩珍執事咧。嚟到去查詢嘅，咁每個星期三晚教會嘅祈禱會啊，雖然大家都知道啦，咁但係咧，我哋好感恩咧，我哋嘅祈禱會咧，因為喺網上舉行咧，可能咧更係導致到更多弟兄姊妹咧能夠出席參加我哋嘅祈禱會嘅，我哋會感覺到咧好興奮，因為喺呢個嘅網上祈禱，原來有更多嘅弟兄姊妹咧能夠參加，我哋鼓勵你你都係嚟到把握。這個嘅機會嚇嚟到，如果你從來未參加過我哋嘅教會祈禱會咧，請你咧嚟到參加，鼓勵你就算係好忙咧，都希望你撥一個時間出嚟嚇，每個月至少參加一次，每個月至少參加一次啊，喺我哋星期三晚上八點鐘。如果你想知道我哋嘅點樣去上網，用邊個途徑去參加呢個祈禱會咧，請你同我或者從咧羅陳佩珍執事嚟到聯絡嘅。好，這個嘅。讀經計劃啦嚇，如果上網站咧，你可以睇到咧，我哋今年咧係以讀完詩篇為主嘅，咁請大家咧嚟到去從網頁裏邊咧，教會網頁攞呢啲嘅資料，咁咧教會亦都將會有更新咗我哋一個嘅重開嘅計劃嘅方案啊，俾大家去參考嘅。如果大家有需要知道嘅咧，請同我嚟到或者同教會嘅執事嚟到去聯絡。好啦，咁我哋每年都支持呢個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啊嚟到呢個嘅走長城嘅步行籌款嘅，大家都認識呢個機構噶啦，應該。如果你未認識嘅咧，亦都喺呢度咧嚟到鼓勵你去今年咧嚟到認識啦。我哋咧嚟到，我哋有一位我哋以前喺呢度做嘅彭海霞姊妹咧。就差我哋咧，佢就去咗呢個機構咧，喺中國嘅長沙咧，衡陽咧呢個地方咧嚟到去喺呢個機構嚟到服侍嘅。咁咧呢個機構咧專服侍一啲被遺棄又傷殘嘅兒童嘅。咁請大家咧嚟到去
用金錢嚟到支持咧，可以支持我哋呢個 Walk the Wall 走長城嘅籌款活動噶。好啦，咁另外咧，教會咧係鼓勵大家咧嚟到去參與一個好有建立信徒生命嘅一個嘅聚會咧，係瑞伊門徒訓練大會嘅。咁咧第三屆啦，今次係9月25-26號，詳細情形咧，你都可以同牧師或者咧同羅陳佩珍執事咧嚟到去聯絡嘅。好，下一個，咁咧就係啦，呢、這個可以咧有關預防措施嘅一啲嘅指引咧，可以上網咧嚟到去查閲嘅。好，咁另外華基差傳年會咧呼籲大家因為咧華基嘅差傳奉獻咧係非常之短缺嘅，喺現在嘅情況，請大家咧唔忘記我哋嘅差傳嘅基金差傳嘅需要，請大家咧嚟到去禱告按感動咧嚟到作出奉獻嘅。咁華基差傳年會咧第42屆咧喺10月17日和24日舉行嘅，亦都可以主題係再施宣教。請大家亦都登入華基聯會嘅網頁，喺今期嘅華基家訊咧都會有一啲嘅介紹嘅內容嘅。咁咧大家我哋有實體版啦喺教會有啦嚇，咁但係咧亦都喺網上邊咧你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嘅華基九月份嘅華基家訊。好，應該今日報告到呢度啦，我哋一齊低頭同心祈禱好嗎？天父，我哋再次獻上感恩同讚美，因為咧，你係你嚟到去建立我哋麥城華人基督教會喺30年嘅日子裏邊，你讓好多人喺呢度認識耶穌，接受耶穌作為個人救主，你讓好多人喺呢度生命成長。主啊，求你俾我哋唔自滿，又求你俾我哋唔自卑。讓我哋繼續按照你嘅教導，按照你嘅吩咐，看得自己合乎中道。幫我哋見到你設立教會嘅真正嘅目的同意義。讓我哋唔單止建立自己嘅生命，亦都建立弟兄姊妹嘅生命，亦都嚟到去承擔你托付俾教會嘅使命，能夠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成长。主啊，帮助我们，多谢你藉着你仆人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对付罪恶，除去一切盈余的污秽，我们要来到爱慕神，爱慕你的话语，爱慕亲近你，爱慕圣洁。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又需要来到去有归属感，互相的建立，建立美好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彼此相爱，真实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去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知道只要信靠你，按照你的吩咐，顺服你的教导，教会一定会成长，一定被建立，一定会成就你要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成为一间更爱你更爱人的一间教会，荣耀天父的圣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门。好，神珍重你。